碱酸角，我这就是一包啊，它一包的话是200克的。哇，你看它就这么长长一条，老人、小孩、孕妈妈它都是可以吃的啊。它的配料的话就只有甜酸角啊，它是水果哦，它是云南西双版纳的特产，而且咱们收到了有坏果的话，坏果是给咱们包赔的。你看它外面壳是看不见里面的，但是咱们收到了里面有坏果的话，咱也是包赔啊。推荐咱们去拍上三包，拍三包的话是给咱发四包，有一包的话它是抵坏果，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坏果啊。先打开啊，先不吃呢。哇，你看一下。我这一包的话它是没有坏果的哟，你看它这个茎的话咱们每次留着泡水喝就行了，而且它就是水果哟。嗯，我这话就比较新鲜一点，就水分比较大，它吃起来的话就是酸酸甜甜的，七八分甜两三分酸，就别说孕妈妈喜欢吃了，我也可喜欢吃了，就我刚刚吃了鸭头，嘴还比较辣，又想吃几颗甜酸角了。哇，你看它这个茎，就长长的一条，嗯，像不像鸭脖子？它是水果哟，它是水果，它不是蜜饯，它是从树上长出来，然后给咱们晾个半干，然后就到咱们手里面了啊。它好吃是好吃。就是糊有点多。